统大家好，欢迎您在每个礼拜四晚上九点准时收看祝你好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琼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您邀请到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丰博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蔡医师您好。杨小姐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习惯性流产的问题。那么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开放我们现场的 call-in 电话，观众朋友如果说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蔡医师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待会节目的下半阶段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试管婴儿主治医生，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连续四年，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今天在祝你好运的节目当中，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习惯性流产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教蔡医师，到底什么是习惯性流产，可不可以请蔡医师给我们一个定义？其实怀孕碰到流产还蛮常见的哈，所以有时候病人第一次怀孕流产好像就哭天抢地，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哭哭啼啼的哈。那我说都会安慰他们说，其实怀孕遇到流产，一次怀孕流产的几率是15%，这很高，相当于1/6，也就是说你6次怀孕就会碰到一次，所以一次流产没关系，因为还下一次就不见得会这样子。通常一次流产下一次就 OK 了，就不会有事情。是第二次流产恐怕就开始有事情发生了，就是但是两次流产我们叫做重复流产，还不叫做习惯。所以流产两次都还不叫做习惯性流产。但是两次你就要小心，因为有二就有三。如果说你通常有两次流产，再进到第三次流产几率蛮大。但是一次流产，我的经验就是一次流产之后没有事情的，大部分都这样子哈。但是如果两次流产，你就要心里有警觉，可能你会遇到习惯性流产。那习惯性流产就是说，三次或三次以上，就三次啦、四次、五次。是。那这个就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因为你不原因找出来，你在怀孕也是枉然。对啊，因为一直好不容易怀孕了，然后怀孕又流产，真的是同样都是一个小生命哦，非常的可惜。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那种流产的那种冲击。我以前在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在台北长庚看过一个门诊病人，她第五次怀孕，然后刚验孕有传播看到，她要求堕胎。我说奇怪，你不是前四次都流产吗？那为什么这次要拿掉？他说他没办法再接受，就是再留第五次，所以他就不想要。他已经留怕了，他不想被挨打，他想要主动出击。是，所以有人为了克服流产这种恐惧，他宁可把孩子拿掉，就不要伤孩子这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先把流产的原因找出来，对，然后把他治疗好，下次就不会流产。所以我从这个故事，这个是我自己的病人哈，是他恐惧到说他宁可放弃。他宁可把小孩子杀掉，来克服他的恐惧感。但当然，这样是一个比较不理智的做法。是。不过，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可以想见说，流产对于一个病人他的那种冲击，那你不要想四次。是。对，那我还碰过那种流产十次的。那大概流产十次，他每次验孕有，他不，人家是验孕有很高兴。可是他验孕有，他可能就哭天抢地，他以为世界末日。因为又要面对流产的事实哦。所以如果说真的你一直在流产的话，你非得要把原因找出来，否则的话，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就有四，是这样一直上去。对。所以面对这种流产的问题尤其是这种习惯性流产，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而不是说去害怕面对这样的问题，而是说去把小孩子拿掉啊，或者是甚至说就不敢怀孕这样子哦，这是比较本末倒置的做法。那除了刚才蔡医师提到说所谓习惯性流产，就是说三次以上这样流产的，我们就叫做习惯性流产。那么像对针对流产的这个定义来讲，这个周数有没有也有一个标准呢？怀孕20周以前流掉的或死掉的哈，有人知道11周有心跳，12周死掉的也有。那这种20周以内的死亡的，或是流掉的，或者是说
胎死腹中的，这个就叫流产。是20周到36周就叫早产，36周以后就叫顺产哦，就是足月了哈。是。那这里如果说你要把这种流产的定义再扩充哈，甚至国外他们现在都把做试管婴儿很多次失败也归类为流产。哦。就是说他屡次的试管婴儿失败，所以我最近有几个病人就是说，哎，他一试管婴儿，不管是在我们医院或者在别的医院都是失败，我们会请他评估一下流产这些的系列检查，因为流产有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评估，从染色体啦、子宫啦、荷尔蒙啦、感染啦、免疫这样子一路下来哈。嗯哼，通常会找到原因。是，所以像就算说是做这个试管婴儿就是没有成功的，我们可能也要把它归类在于这个流产，习惯性流产。国外有一个说法，就有研究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做很多次试管婴儿，假如说他植进去子宫的胚胎的数量前后有15个以上都没有半个着床的话，那他恐怕需要去检查流产，自己有没有习惯性流产，或者是免疫上的因素。对。是，好，那么刚才我们还有提到说，哎，像这个习惯性流产的问题呀，还有所谓的这个胎死腹中，就是小孩子是死在这个肚子里面的这样子哦。那像胎死腹中的这种情况的话哦，能不能去推断出原因呢？可不可以从它的周数？大概周是可以推的，比如说5、6周一直都没有看到小孩心跳，我们去推它可能是染色体。那如果说11、12周那小孩子本来长得好好的，忽然没有心跳，我们可以去猜他会不会是血栓，就是血管栓塞。那当然，血管栓塞也可能5、6周就空包蛋了哈。那如果说20几周才死掉，或是10几20周死掉的话，或者是说14到16周好好的好好的，有一天忽然小孩子就这样流出来，那可能也不是染色体，也不是血管栓塞，而是子宫颈没有关好，子宫颈闭锁不全。所以小孩子几周出歹疾哈，大概我们从他发生事前的这个周数可以去推论他背后的原因是染色体呢，还是子宫的形状或子宫颈的因素，可以。对，所以可以从这个流产的周数去判断这个原因，大概可以推一个原因。对，是。好，那么这么多的原因当中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请这个蔡医师再帮我们说明的详细一点，就是说有关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习惯性流产，到底有哪几种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习惯性流产40%可以找到原因，60%是找不到。那这60%后来发现说，其实可以从免疫下手。是。所以那这40%可以找到了，我们通常是从最常见的还是染色体，所以我们会先从染色体找。是。所以染色体，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子没有流掉，那就是进开刀房手术把这个胚胎去化验，看这个小孩子染色体有没有异常。从这个染色体可以去推这个小孩子的异常是来自于自己突变呢，或者是说爸爸妈妈的其中有一个染色体有异常，遗传的。对、uh-huh. 那如果是要推论，爸爸妈妈就要抽血了。是、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优先做的是染色体，因为它是最常见的。是。那再来就是子宫的形状，比如说子宫纵隔、双交子宫，或者是子宫颈闭锁不全、这些子宫因素或子宫长肌瘤、子宫长腺瘤，这个都会这些因素而导致流产。是。那第三个因素就是荷尔蒙，比如说甲状腺太低它可能流产，比如说它有一些黄体素不够也会流产。那荷尔蒙检查也都没问题。再来就是巢感染、有几个特定的感染跟流产有关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TORCH， 我们在医学上就 TORCH， 这些病毒，比如说 TO 就是说你家里有养猫、养狗、那这些猫狗身上都有一种弓浆虫，那孕妇如果有弓浆虫也容易流产，或者是德国麻疹啊，或者是皮疫菌这一些、那感染也都检查也都没问题了，那恐怕就要朝免疫了。那免疫这个部门一来就是说投入心力的医师不多哈，所以这个部门其实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有一个叫做生殖免疫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针对流产的免疫因素去找。所以在美国他们有很好的实验室去把这一系列的免疫的因素找出来哈。是。那台湾这一方面比较这个区块比较少有人去碰刺。是。所以比较少有医师去专攻这个领域。所以无可讳言的这个免疫流产，其实在我最近观察我自己的病人其实比我们想象多得多。也就是说这个执勤免疫因素引起的流产
被我们低估了。是，所以我有些病人，比如试管婴儿不容易成功或者流产的，然后做个免疫的分析，哎，真的是有问题。是，所以像在免疫免疫力这一方面的研究哦，我们国内医生碰触的比较少，但是陆陆续续发现是因为免疫上面出了问题而流产的，其实越来越多。其实一直都有，只是说大家以前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是，对，那可是他们做试管也是失败。那因为国外他们有那种生殖医学跟免疫医学结合的这种科目，我们台湾是免疫是风湿免疫科，是，那像我们医院像我们是不孕症医师，那各顾各的，那从来没有说把这两个结合在一 起对、哦、那后来我们医院陆续碰到几个非常不好处理的很复杂的免疫流产的哈、哦、那这个有的他甚至要把流产的这个胚胎啊或者血液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检验，那检查说哦，这里有杀手细胞，有免疫的因素，那需要用什么治疗？甚至有些治疗大概大家想都想象不到，比如说要拿丈夫的血来注射太太做所谓的白血球治疗，那甚至还要去拿一个丈夫以外不相干的男生的血来注射治疗，做白血球治疗。那这个有这种对，那这种治疗是。恐怕这个是蛮复杂的，我想是可能要另外拨个时间来分析、嗯、所以基本上还是从染色体、子宫的形状异常、嗯、或者是荷尔蒙感染，最后才会去想免疫。免疫对、哦、但是我觉得免疫好像应该会排到第二、第三个。对，是因为这个因为免疫方面而习惯性流产的其实比例还不少哦。是，那有没有说除了这我们刚刚归类的五大项的原因之外，还是有找不到原因的？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他流产一直流产，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检查全部都没有问题，可是当然是流掉、嗯、不过以前常常会认为找不到、哦、可是如果说在我的经验就是说你朝免疫去找吼，应该都找得到，比较容易找得到，所以应该是这样说。以前免疫不是说很被注意的时候，大家说不明原因不明原因，那实际上你真正去用免疫去角度去切入在做这方面的分析跟检验，通常要么就是可能有杀手细胞，要么可能就是有抗磷脂抗体 APA ACA SA ANA 这些都有。所以免疫的流产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的多，但是因为它不像说子宫形状异常看得到摸得到哦，子宫有做过子宫，它是免疫通常比如说我体内有杀手细胞，我体内有什么细胞引起流产，你讲老半天别人看得到，是不像说你子宫某某的你的子宫中个子宫所以你流产，病人看到子宫镜看得懂，所以免疫大家看不到，所以就摸不到，摸不到大家就忽略了。对，是是。那像这么多原因当中以蔡医师这么专业的妇产科医师来讲，您是不是就是说如果遇到病人有习惯性流产的问题，你也是第一个会帮病人做检查的，也是针对染色体的？一定是染色体，对，我们开到 VCR。 嗯，其实在我们染色体大概就是从夫妻的抽血检查开始哈。是，其实今天提到的就是要抽先生跟太太的血都要抽。那太太染色体有异常造成流产，丈夫的血有异常造成流产，这个我都遇过哈，几乎所有的习惯性流产的病人我都遇过的哈。我还碰过一个那种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杀手细胞最强的一个病人哈，也在我们病人医院出现过。那抽血染色体很快哈，很快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染色体里面有没有一些最常见的。不过在流产里面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不代表一定会流产，是最常见的还是属于平衡性的移位，就是说染色体平衡性的移位。那当然这是一种染色体的一个比较特殊专有的一个描述。是，所以光染色体异常这样的一个原因里面就有很多还可以分很多的原因。對對對，比如说它三倍体或单倍体，这个也会流产，或者是平衡移位。那最常见的还是平衡移位。對，平衡移位，所以染色体验出来如果再没有的话，我就说夫妻都正常。那再来就是要去做子宫形状，子宫形状通常是说最容易流产就是双角子宫、纵隔子宫这些，或单角子宫，或者是子宫颈闭锁不全。不过子宫颈闭锁不全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子宫形状很正常，可是它一定会在14到16周的时候，小孩子无预警的，也没有宫缩，小孩子就掉下来了。就是怎么？而且它通常掉出来是
很完整的一个水球，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出来。对，如果说病人有这样的历史，大概就是擦一擦子宫颈，闭手不全。那这个也没什么好困难的，就是十三周的时候，我们用比较粗的线把子宫颈绑起来，那就叫麦当劳的那个手术。我们看第二段 VCR 是。所以子宫的再来就是看子宫的形状有没有异常，就是照子宫镜或输卵管摄影哈、哦，像这个有纵隔的子宫哈、哦，那里有一个纵隔，那这个就必须要用子宫镜把它做切除，否则的话它一定如果说着床在这里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流产哈、哦，所以子宫的形状是我们第二个会列入考虑的哈、哦。嗯哼，那这是子宫镜的一个我们医院做子宫镜手术的一个开刀房的一个纪录片。那这个也是纵隔子宫，我碰过一个是纵隔子宫，那台东县一家妇产科介绍过来的，那做人工老是失败，后来我做子宫镜，哎，发现他有纵隔子宫，切掉纵隔子宫之后，原本以为人工受精没问题，再做还是失败，哎、欸，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就是做试管，那双胞胎生下来哈，是一个女的医师，后来她当妈妈以后就不当医师了，在家，但是在家里当全职的。的家庭主妇、哦、对是那子宫的形状、嗯、除了这个以外还可以看我们看到 VCR 是就是输卵管摄影哈，就是输卵管摄影这如果说有纵隔子宫双角子宫这个是一个最简便的方式，那这个是我们替代的一个片子，它是一个输卵管积水，输卵管积水本身也容易流产哦，是所以子宫绝对是我们会列入检查的一个项目，因为毕竟这是小孩子居住的地方，他如果说居住环境不良他就不想住，他就想要溜掉，所以就是会流产，对。是，那么像子宫异常，其实原因也是有很多了哦。对。那像有没有说在这些子宫异常的原因里面，哪一种也是比较容易造成这种习惯性流产？我的经验就是我自己常遇到病人还是纵隔子宫跟双角子宫。纵隔子宫。那单角子宫比较少见，那还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也是。所以子宫肌瘤如果说它比较靠近内侧的话，一般我们会在做试管婴儿之前会劝病人说。先开刀拿掉，或者说你做试管婴儿也是怀孕了也会流掉哈、嗯。对，所以子宫肌瘤这个是一个可以治疗而蛮常见的一个流产的因素。是。那比如说像那种纵隔子宫或者是双角子宫，需要说先把子宫做一个整形手术再来怀孕吗？双角子宫就是要做一个 Johnson Johnson 手术，把它变合成一个单一个子宫。那纵隔子宫就要把。那个多余的纵隔切掉就可以了，是，所以也还是要先从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对，他只要把子宫的形状恢复正常就可以了。嗯，对，没错，是，对。好，那像刚刚提到这几种原因，有没有说一定是，比如说有子宫肌瘤啊，或者是有纵隔子宫、双角子宫这样的问题，就一定会流产呢？不全然，也不全然，就是说。要看他，比如说他纵隔子宫，他如果说不是纵隔子宫本身就有。那个凸出来那一块，有的是一点点不明显，而是很大很明显。嗯哼，所以要看程度。是，所以有纵隔子宫也不代表不意味着会流产，甚至我们也碰过说，哎，双角子宫她也怀孕了，那生下来的时候生产的时候，医师在怀孕说，哎，你双角子宫，可是她也没有流掉，她把小孩子生下来。对，嗯哼哼，是，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有时候就是要看这个。这个严重程度毕竟我们人体有它的不确定性的、哦、所以人体不像数学说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一般有这个情况下会流产，但是有些人还是就是不会流产，对对，是的。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教蔡医师有关于这个习惯性流产呢、哦、还有很多的因素、哦、那么到底这些因素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习惯性流产的原因，那怎么样来治疗呢，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再继续的来跟观众朋友做个讨论。彰化市博元妇产科成立于民国84年，至今服务乡亲11年，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专业医疗团队和医疗仪器设备，提供不孕症的各项检查及治疗，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医院已获卫生署核准成立的试管婴儿单位，以及各种不孕症检查仪器。试管婴儿研究实验室帮助了许多不孕症的患者朋友。各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恩妇产科蔡宏博医师。博恩妇产科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包括精液分析、精虫抗体的分析、精液的洗涤、冷冻胚胎、单粒精虫显微注射、胚胎的培养、囊胚及胚胎的培养、无精症的显微手术起精，所有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都有这项技术来帮你预言指望。博研妇产科不孕症中心有卫生署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跟仪器，包括精液分析仪器、显微镜、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高技术、高科技的显微操作仪，以及量身定做的胚胎培养箱。这一些仪器都在卫生署合格的情况下，为各位不孕症的病人服务。对院长蔡丰博医师与副院长陈昭文女医师来说，上门来看诊的病人求子之心，是他们行医做试管婴儿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他们遇到过很多不孕症夫妇和求子路上非常辛苦的夫妻们，每个求子故事都是支持促使他们行医做研究的最大动力和力量。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跟观众朋友探讨的是有关于习惯性流产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院长蔡丰博蔡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刚才上一个阶段呢，我们探讨了两个造成这个习惯性流产的原因，一个是有关于这个子宫的异常所造成的习惯性流产，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于这个染色体的异常。那么今天蔡医师也为我们带来了两段的这个 VCR， 有关于这个染色体异常，我们刚刚讲了要这个抽夫妻双方的血来做一个检验哦。那么这个到底染色体正常跟异常的这个报告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人体的染色体总共23对46个哈、哦。那正常染色体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成双成对，23对。我们就是看了这个报告，然后去数有几对这样正常的。对，那通常这个还是属于遗传学家或基因学家他们会打报告给我们哈、哦，因为这个还是私域有专攻，就是他们的专门。所以是由遗传学家来做这样的一个，他们可以判断说这个染色体有没有移位。像我就碰过一个第8跟第13对染色体哈，就移位，是，那就是他来找的时候是已经四次流产，那以前的意思就是流产就把小子拿掉丢掉了哈，就不管他。是，那他找我见机不可失，就是说把那个胚胎送给染色体送检查。哦，那他们发现说这个染色体不是小孩子自己产生突变，而是夫妻就是这个胎儿的父母双方其中有一个有问题。但是这样有办法改变吗？那就抽血回来啊，抽血回来就发现脏腑有问题。脏腑回来我给他3个选择嘛，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精子会造成流产，是丈夫这边是，那用别人的精子，那病人当然不接受嘛哈、嗯。那第二个，根据统计，你这个是有1/4的机会会正常，1/3会流产。那很奇怪，就是说他前4次都是碰到那40%、75%，包括这第5次。
我说那这样子很简单，那你再试，回去再试，不要来找我了，你就反正你总有一天会碰到。如果说你就是一直怀孕，一直怀孕，对对对，总有一天就是会成功。对，就好像你去买乐透，总有一天你会中奖。哦，那当然也有可能，他十次都碰到那个75%，而是不会碰到25%。刚好就是很运气很不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好用多胞胎来处理，就是做试管婴儿。好，那说得很奇怪，就是说他做试管婴儿怀双胞胎，这双胞胎都没有流掉，也就是说这两个宝宝龙凤胎都是这25%。所以他就生下了。那到底是说是因为这个有习惯性流产的这个病人来讲是做试管婴儿就比较不容易流产的，还是说他刚好遇到那个机会？哦，西班牙有一份报告，他们有十几二十个都是十几次流产的。哦，那他们的方法就是说，他们提出的论点就是说，这些人很简单，不管37、21，全部做试管婴儿，胚胎跟他换很多个。那你会流产，那我跟你换很多个，用人海战术，这个流掉还有剩下，这个流掉五胞胎流掉三个剩两个，五胞胎流掉两个剩四个，所以这样是一个做法。不过这个有点包山包海的做法，有点没有针专对性了哈。是这种医疗法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学问一点点。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好，那就做胚胎切片，把这个胚胎要做试管婴儿呢，把胚胎拿过来，这个染色体正常，放进去子宫，这个染色体会流产就不放。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先进、比较有学问的做法。所以这些都是解决这些病人的方案。对，是。我们看到维西亚好不好？是我们刚刚看了正常染色体的报告，那异常的呢？就是异常，这个我们做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它的染色体 X 多了一个，变成 SSY。那这个就是像这个可能就是丈夫是属于。将来会无精症的哈。那这里看到他的第14对染色体，这里有个箭头，跟下一个第21对染色体做对调，就是说有一位，所以染色体异常有千奇百怪的可能性。就是有要看是夫妻哪一方，或者是说是那个胎儿本身，就是。这样子来做区分。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只是如果说呼吸都正常，就是小孩子单纯的突变，那就没关系，就下一次应该再发生突变的几率不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受精的时候，呼吸染色体在交换遗传物质的时候产生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是染色体异常。那再来就是感染，看上必西亚。感染的话，一般我们常见的一定是检查 P 宫浆虫啊，或者是 P 抑菌啊，或者是德国麻疹啊。或者是有 H 的话就是透取哈，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皮衣镜 DNA， 皮衣镜一般病人都去抽血，其实抽血如果说你得过皮衣镜或得过SARS，你抽皮衣镜一定会有，所以最好比较专业性就是说你做子宫颈的 HPV， 这个会比较准确，因为你如果说抽皮衣镜抽血你 IEG 有的话，不代表你现在有皮衣镜。但是一般人都就是去抽血，抽血出来，通常检验单位就跟他做 IgG，IgG 有只是说你曾经感染过皮疹，甚至你小时候得过SARS，你验出来也会有。可是事实上你根本这个皮疹的抽血报告不碍于你这次怀孕，也不会造成流产。所以真正你要做专利性的就是子宫颈去做 HPV DNA 的鉴定会比较准确。对，是好，所以就是如果说像检查说是不是这个因为感染造成的习惯性流产的话，就是去做这个 HPV 的这种检查，还有透取这些检查。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子宫的形状，染色体的感染的，再来就是荷尔蒙，就比如说甲状腺太低也会流产，黄体素不够也会流产。甲状腺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说太低会怀孕会流产，甲状腺太高，甲状腺亢进，它就根本就不孕。所以甲状腺它跟女生的怀孕的是息息相关，所以在不孕症的一般评估，甲状腺素是一定会抽的。我们看一下维西亚。所以如果说要抽血的话，就我们医院就是说有一个表格，就是说要勾哪些卵巢功能啊、甲状腺啊，或者是甲状腺的抗体。有时候我们会抽一些 thyroglobulin 的 antibody， 或者是说 microsome 的 antibody。那这些都是你看要检查的项目这么多，当然不是全部做，就是说我们会去勾我们要的。是。那荷尔蒙的还有一种糖尿病也容易流产，糖尿病的病人也容易流产，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也容易流产。对，
所以这些都是要透过一系列的抽血检查。血是抽不完的。如果我们医院曾经就针对习惯性流产，把比如说染色体的、把免疫的、把感染的、荷尔蒙的，整个整理出来。哦，那个如果说扣掉染色体的，光跟我刚讲这些免疫的、感染的、荷尔蒙啊，这些加起来就要10000多元的那个，因为这部分健保是没有给付的。嗯哼，要一两万的那种，这么高的那个的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上万元的，这是属于检查的部分吗？对，就是说你要检查的非常彻底的习惯性流产就要这么多的。嗯哼哼，那这些检查下去可能都正常也不一定。对，那我有部分的病人甚至我那个说起来话长，就是说他们的血要送到美国去。那送血到美国，你知道要卫生署同意吗？因为你任何组织跟血液送到美国，那这个要写公文，公文要2-3个礼拜或2个月才会下来。是。那送出去，他美国检查，第一个你要是成为他们家医院的病人，那个检查都是5万6万起跳的。哇！而且都是先刷卡，他拿到钱他才帮你做。嗯、对好好好，美国的医院他们在做这些检查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把台湾的病历寄过去。然后你要付他75到120美金的钱、嗯，他才肯帮你看病历。是。然后你要写 email 问他问题，一封信，你要先付钱，他才会跟你回信。是。所以美国他们做什么都要。哇。对，如果说你真医疗费用非常高，你真的如果说走到这一步的话，那真的是哦，那真是拿钳子在撒。对啊，而且很麻烦、哦。对 对。真的是都钱到了才有在帮你做事的、哦。但是我无可讳言的，我。处理过这么多的流产的病人，的的确确有一些病人真的要这么辛苦。嗯，对对对，是好。那么这么多的原因当中，我们继续再来探讨的是有关于这个荷尔蒙所造成的这个流产哦。那所谓的这个荷尔蒙造成的流产，到底是包含什么样的情况？荷尔蒙流产是所有流产因素里面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就是说、你只要知道它流产原因是来自甲状腺太低。那很简单，我就给他吃 cyclosporin， 就是让他吃 cyclosporin， 让他吃甲状腺素。嗯哼，你不够甲状腺，我给你补充甲状腺素，这个健保要有给付，是，很便宜，然后而且一针见效，就是给对药就没事。那你黄体素不够，我就给你黄体素。嗯，所以如果是荷尔蒙引起的流产，哦，那个这个是抓对方向就好办了。是，对，那他就是投资报酬率最高，而且这个可能医疗费用也最低。对对，因为这个健保通常都有给付哈。是。那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所占习惯性流产的比例不多。就因为荷尔蒙的因素啊、造成习惯性流产比例不多。不多，对，哦、真正的还是最主要的还是染色体啦、子宫的形状啦、再来就是免疫。我觉得我这里处理这么多的习惯性流产的经验。以这三个最大宗了哈，对。是，那荷尔蒙这种异常流产的这种情况，会不会说平常这个病人本身会有一些症状出来？应该是，如果再把糖尿病跟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并进来的话，就蛮多的哈。是。我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就是一个多囊性卵巢综合症，那月经不规律，那他本来要做人工受精，那打针下去，哇，淋巴很多，嗯哼，那他年纪一方面也大了，所以。他要求打针打到第6天，要求改做试管婴儿。是，那时候滤泡还没有到1.4公分，所以来得及改，所以我们就打了希德泰，就做短疗程试管婴儿。那换了4个胚胎，4个都着床。那他很高兴啊，因为他那个从外县市来的哈。那他一开始也都有看到心跳、哦、啊，已经开始跟我谈论那个什么时候要剪胎啊，要剪几个啊，可不可以看性别啊，好高兴。嗯，那从此之后说的也奇怪哈，就好像有鬼一样哈，就是他每一个礼拜来看一次产检，就死掉一个啊，4胞胎这个礼拜来剩3个，在下个礼拜来剩2个，又死一个。但后来他有点不太敢来找我，可是不找我又不行，因为别的医师不会看啊，看不懂啊，看不懂。那这也又死一个，但后来他几乎快要不敢踏进我们医院了，还好最后这个没死。嗯哼哼，那。这个生下来哈，一个张小姐，是，那她就是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引起的，就是她是属于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引起的，就是她荷尔蒙乱掉，然后她会引发一种叫做派万的这个系统血管栓塞，所以流产的病人这么奇怪，就是说这个也算是归类为荷尔蒙异常的，所以
荷尔蒙异常的，包括黄体素、甲状腺，还有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这四大类，这些都是归类在荷尔蒙异常的。对。哦，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这几种疾病所引起的一些症状。多囊性卵巢状况前，我们通常是把它抽离出来单独谈，因为它的因为它的治疗就比较复杂，而且其实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最近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大概越对它越摸越透彻，就是说好，你荷尔蒙异常，我就用荷尔蒙管理控制，所以大家就朝胰岛素这方面来压抑，目前得到的成果都还不错。所以习惯性流产在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里面，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如果怀孕的话，它流产率是高达75%。像我那个病人四胎怀死掉三个，真的是还75%。是，那如果说你好好治疗的话，可以拉降到20%。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比非多囊性卵巢的一般正常人高一些，然后我刚才讲过说一般人流产的几率是14%-15%这样子范围。对，是。好，这个造成习惯性流产的因素哦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听到这个蔡医师跟我们分享很多哦，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案例。对，我有关习惯性流产的我的病人哦，可以写一本书。是，对。好，那么这个有关于习惯性流产的这个因素还有很多，不过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in电话，观众朋友如果说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们这个蔡医师直接面对面来请教的话，都可以打我们现场的call-in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726-4613。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都是每一对不孕症的父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圆梦的结晶，博元妇产科和这些家庭们平常就维持良好的互动，每一年更会贴心地安排他们一起回博元妇产科，一同分享小朋友成长的喜悦。见面的这一刻，看到这些孩子们个个长得聪明、活泼又健康，大家都开心极了。大朋友开心，小朋友更是高兴地上台大秀才艺。博元妇产科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不断的精进研究技术，提升诊疗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卓著的成效与多年的经验累积，成功帮助了许多父母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愿。看着大家甜蜜幸福的笑容，博元妇产科一切的努力总算有了最温暖的回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呢，会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in电话。观众朋友，如果说有这个习惯性流产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蔡医师的话呢，都可以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7064613。那么我们蔡医师会仔细的来回答观众朋友所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请教这个蔡医师有关于这个习惯性流产的问题。刚才在先前的节目内容当中，你有提到说有些这个习惯性流产的这个因素很复杂哦，有时候甚至要拿什么先生的血啊，或者是别人的血来注射在太太的身体里面。那像这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因为如果说一对夫妻他们的白血球上面的脂质抗原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个我们有点深奥，就是叫 DQ Alpha。 如果说他的夫妻八字太合了，是，那他就没办法让太太产生阻断抗体。通常比如说一个胚胎放在一个孕妇的子宫，我们的人的身体就会把它当作癌细胞，把它当作病毒，把它杀死。那为什么说一个孕妇她怀孕，她不会杀死这个胚胎？她明明是外来的，她不是孕妇身体的。对，她一定是外来的。那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今天得到了感冒病毒，到了身体，我的身体的免疫系统的杀手细胞会去把它杀死，它会释放一种叫做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把它做掉，把它杀死。可是为什么，一个正常自然怀孕的或者做试管的胚胎放在那边？他不会被他的免疫系统认出来。原来他有一个阻断抗体，让一只狼披着一个羊皮，所以这个孕妇就以为说，哦，这里就是自己人，不要把他排斥。那其实他是敌人，然后他是外来物。对，他这是他就被一个护城河包住，他被 mask， 他被隐含。但是如果一对夫妻，他们的白血球的脂质抗一模一样的话，就是八字完全都 match 的话，那就是问题就来了。他没办法产生这个羊的皮哈，那这个狼就会被认出来，所以这个病人一定这个会一直在流产。那这种治疗方式就必须像你刚刚讲，就是说注射别人的血，第三者不相干的血，但是要确定说他的这个白血球的上面的脂质抗原跟这个孕妇是share， 就是说共同一个，但是不能完全一样，这样打下去才有意思。也就是说故意要让它产生抗体出来。这个抗体叫做阻断抗体。阻断抗体，来，阻断抗体就是像把一只狼外面披着一个羊皮，所以披着羊皮的狼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作用的话，所有的孕妇都会流产。对，是。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接通线上的 call in 电话，这是和美的王小姐。王小姐您好。哎，蔡医师你好。是。哎，但是我之前啊，就是有做过人工受精啊，做3到4次阿剂，然后都没有成功。那医院的部分啊，他有帮我检查精虫抗体，啊，呈阳性反应。针对精虫抗体啊，是不是不容易怀孕？就算怀孕之后，是不是也很容易流产？你精虫抗体是你还是你丈夫？我跟丈夫都有做。都两个都有阳性反应。嘿，就是我的部分比较高。好像是医院是抽血的还是用精虫去验的？抽血，超过75。嘿，他医生是跟我讲说呈阳性反应。通常如果有精虫抗体，意味着你免疫系统有问题，那可能还在抽其他的，像 ANA 就抗细胞核抗体，或者是抗磷脂抗体，或者是杀手细胞，或者是测量 LAD 就是白血球的抗原的侦测。不过。的确，如果说你们两个都有的话，恐怕第一个你的治疗方式要调整，可能人工受精也没办法，因为精虫抗体没办法让精子卵子没办法受精。那第二个可能要先排除其他免疫因素，通常有精虫抗体它会夹带其他的一些杀手细胞，所以要确定你是只有单纯精虫抗体呢，还是说有合并 APA 还是 NK 的问题，所以恐怕还要再做更细腻的更周全的免疫上的评估。对，所以我会建议你起码你精虫抗体验有，只是说让你知道说啊，你们两个的不孕症可能是在免疫这方面，但是免疫你们的检查并不完整。如果说你有空可以到我们医院做刚刚讲的这些抗细胞核抗体啦，抗磷脂抗体，或者是杀手细胞这些评估。对，是。好，王小姐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好，谢谢您。好，谢谢。是。好，那么像刚刚王小姐所提到的这种精虫抗体的问题，像这样的一个因素会不会也会造成这种习惯性流产的问题？会，因为我们把免疫流产分成5大类，第一个就是我刚讲的那个
要注射丈夫以外的男生的白血球，这是质量抗体不够，是不到30。那第二就是说有抗细胞核抗体，第三个就是有抗离子抗体，第四个就是抗细胞抗精虫抗体。所以抗精虫抗体它是归类为免疫引起流产的第四类。嗯，那第五个就是最难搞的，就是杀手细胞。哦，这些都是因为免疫因素。这五大类，所以抗精虫抗体本身就是习惯性流产五大类的第四项。是。嗯哼，所以有精虫抗体问题的病人其实也是起码让这刚才这王小姐她知道说她免疫上有问题，但是因为她的资料不够多到可以让我去做帮她做建议，因为她很显然，因为如果说做试试人工受精都失败的话，很显然有些因素阻断她求子之路，是，所以一定要把，所以还要再做详细的检查。对，是。好，那么刚才这个蔡医师还有提到一个名词哦，叫做杀手细胞哦。什么是杀手细胞呢？听讲一下，我们看一下 BC 啊，那个很恐怖啊、好像有一个啊。这个我们刚才漏掉，就是说子宫的心脏检查除了子宫镜以外，有时候需要做到腹腔镜，因为有时候子宫镜看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说腹腔镜像这个也是我诊断出来的有一个双角子宫，在腹腔镜看得就很明显，所以要检查这个子宫形状的异常的话，也可以用到腹腔镜。 对，大部分就是子宫输卵管摄影 X 光片或者子宫镜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就必须要做腹腔，像这个双角子宫很明显哈，这是一个，而且他合并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我就把它烧掉了哈。是。那这个病人后来也是诊断以后，这个印象中是做试管婴儿也生下来的哈。嗯。所以他合并有中过子宫，我们也帮他做处理。是。所以腹腔镜检查是我们在做治疗的一个，做习惯性流产里面不常用，但是。有时候为了要看形状，子宫形状，有时候需要用到这个手段。对，是。那刚杨姐问到所谓的杀手细胞，其实杀手细胞每个人都有。你没有杀手细胞的话，你可能就是身上会现移，你没有防卫系统。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你可能别人打一个喷嚏，就病毒跑到你身上来，或者说你光刷一个牙，你就身上就有细菌。那这些细菌、这些病毒，靠谁来杀呢？就是靠杀。我们的那个白血球淋巴球里面的杀手细胞，我们的淋巴球有30种之多，那各有各的本分，各有各的工作。那杀手细胞就是说，好，今天这个病毒进来了，那杀手细胞它就会去攻击这个病毒。所以比如说前一阵子的 SARS 大流行，为什么说这么惨重？因为 SARS 病毒进来，那我们的身体就很亢奋，就去攻击这个 SARS 病毒，就他们的主战场就全部就追在肺部，所以我们的杀手细胞啪一直上来，杀手细胞就好像是警察，那 SARS 就病毒就好像是土匪，对，两个产生枪战，而这个枪战的大本就在肺部。好了，枪战完了以后，两边都死光光，杀手细胞也死了，病毒也死了，可是肺部也挂了，因为它好像是警匪枪战，打完了以后警匪警察也死掉了，土匪死了，可是这栋建筑也是千疮百孔，所以通常 SARS 要么就死亡，要么就是如果还存活的。通常肺部就纤维化，所以我记得还有一个姓曹的曹女士，好像她现在都要带着氧气，因为她肺部剩下的那个可以换氧的那个的体积身体的部分不多，对，所以杀手细胞是我们身体在对抗外来的一个，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一种，对，但是为什么会对我们造成这种伤害？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对，但是它不能太多，不能超过不能超过12。像我一个病人，他的那个杀手细胞一度高到38哈，据他的美国的那个医师说，他遇过杀手细胞全世界第二高的。是。这个医师恭喜我这个病人说，我恭喜你，你这辈子不会感冒，你不会得癌症，因为所有的癌症只要跑出来，然后病毒进去，感冒就病毒就你一定杀手细胞把它杀死。我这个病人，你大概没有想象，你大概不会遇到说一个人从生到现在没有不知道什么叫感冒。所以他的抵抗力很强。对。可是坏事就是他不能生孩子，哦，对，是他好事就是说他可以打着胸脯说，我这辈子不会得癌症，也不会感冒。可是他不晓得这感冒叫什么东西，是，都已经37岁了。嗯哼，那后来他就是用很多药物把这个杀手细胞压到很谷，是，很谷底，然后怀孕了，然后这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一个，他先生是日本人，是日本官员。那像他就是说像他本身杀手细胞那么高的人，那他怀孕生小孩完了以后，他现在应该也是很高，不用再去抑制
对啊，它上皮细胞很高，好处就是说它。都不会生病，也不会，也大概也不会什么癌症敢欺负他。嗯哼，对，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因祸得福了，不晓得。所以说只有一个坏处。常常我们在中国当中就是说福祸相依啊，就是说、一件事情常常你要从方面看，你说少细胞很强，没有生病痛，可是他为了这个求孩子，我说他生了一个女儿嘛，我说你这个女儿真的是千金哈，千金，他把他的工作辞掉，他在日本，他在美国是高手的哈，那花了6年的时间去求这个孩子，那中间走遍世界5个国家，花了大概台币1000万左右。哇！所以我说你这个是千金，真的是。是哦，花了千万来。对，我就连同他工作的那个所得再扣掉，然后。他这个当中的医药费哦，很恐怖。很恐怖啊，是。好，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段的 VCR，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就是免疫球蛋白，在可能我这里要需要播个时间来讲免疫，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就是免疫引起的流产治疗非常的复杂哈、哦。那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免疫球蛋白，就是说，比如说像上一次 SARS 在攻击的时候，大家唯一想到就是免疫球蛋白，所以那时候免疫球蛋白全球缺货。是。那免疫球蛋白就是所有的，就是从一些捐赠者1000到2000个血液里面去抽取。嗯哼哼，那免疫球蛋白它打进去之后可以压抑杀手细胞，所以杀手细胞或者免疫引起的流产通常几乎都用得到这个药，就是免疫球蛋白。是，那免疫球蛋白通常打起来都很贵哈，好好，因为它现在全球缺货，一罐到现在还是缺货，1罐5000元了哈。那通常一打就是有的就一次就要打64罐，那就32万了呢。对，那有的就是一次打10罐就5万了，所以如果真的被免疫引起的这种习惯性流产的话，哦，那真的是要卖房子去生孩子。像有一种也是属于这种免疫方面的疾病，就是那个红斑性狼疮，它也会流产，它是也会流产，它是属于细胞和抗体嘛，就是我刚才讲五大类的第二类。我也碰过这些病人，就是说他红斑性狼疮，他做试管以来是没办法成功，是，那也一直在流产，因为他有抗细胞的抗体，所以他胎盘着床位置会发炎会坏死，所以他很难着床。是，对，所以都必须要经过治疗。对，就是说要用药物去把这些免疫力压下来。那压抑药物的就是刚才那个免疫球蛋白之外，有时候还要用到那种移植肾脏、移植心脏那种很强烈的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剂，像努米拉啦、Imbo 啦这些很大家听都没有听过的药物。对对对，是。那么到底哦，这么多这个造成习惯性流产的这些原因哦，我们如果说经过了治疗之后，到底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成功的怀孕率呢？慢慢我们人类对于习惯性流产的原因越来越了解越透彻，如果找到原因通常可以治疗，是，只要找得到原因对应该都。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最好就是用有一点点像把鸵鸟像一些鸵鸟政策哈，埋在沙里面这样。好，就是用试管婴儿照你造成多胞胎，啊，不然就是用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做胚胎切片。不过我相信习惯性流产在免疫这一方面越来越了解的越透彻的时候，当我们把免疫这个大门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认为是原因不明，其实一定会有原因，一定会有原因，只是说我们的医学上可能还没有发现是什么原因。对，那免疫的，因为我们现在免疫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了解越透彻，我们知道说原来免疫所引起的流产比我们想象多得多。是。好，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我相信越来越多不明原因的这种习惯性流产一定将来都可以解决的。应该可以解决。我不敢讲一定啦，因为这讲一定的话就好像包票的意思。对，所以我最后做个总结，就是说习惯性流产如果说3次以上，你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否则的话你还是会在流产。那通常就是朝染色体、子宫的形状、感染荷尔蒙异常，包括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最后就朝免疫，大概从这5个方向去找，通常可以找到原因。对，是的。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蔡医师，谢谢。谢谢各位，晚安。是，那么在这边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祝您好运的节目，我们再会。
习惯性流产是指连续三次或三次以上的一直流产。如果你有习惯性流产，可以一检查染色体有没有问题，二子宫颈的形状有没有问题，三荷尔蒙有没有异常，四有没有感染，五有没有免疫所造成的流产。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找到流产的原因，进而治疗，可以生儿育女。医疗新知：白血球疗法，这是一种使用丈夫的白血球或其他不相干第三者的白血球注射到太太的皮下，达到免疫效果的治疗方法。这种白血球疗法可以治疗因为阻断抗体不足所引起的流产。